因为感觉到偏向教育资源的欠缺。龙岩慈善基金会今年三月收到保中乡林南国小的邀请，到学校进行偏向关怀，并在年底带着社会单位以及龙岩企业同仁的善心，捐赠礼品给全校的小朋友，以及营养午餐补助的善款，也期待做到行动会当影响更加多人做伙来关心偏向的小朋友。中央慈善基金会志工将礼物送到小朋友的手里，每一个小朋友收到礼物的时候都是相当的欢喜，因为感觉到偏向教育资源的欠缺，中央慈善基金会在今年三月时阵是收到保中乡林南国小的邀请，到学校来进行偏向的关怀，并且在年底时阵更加是号召社会福利单位以及农业企业同仁的善心来捐赠礼品给全校的小朋友。今天呢，感谢我们龙岩慈善基金会哦，他们从今年开始就是拨经费呢，赞助我们学校呢，的低年级的课后照顾的班级的经费。那他刚好三月份来的时候呢，带了礼物给小朋友。另外他们呢，就预约呢，在年底，就是今天呢，来呢送每个小朋友圣诞礼物。那今天小朋友呢拿到礼物呢也很开心。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收集了小朋友的圣诞愿望。他觉得小朋友的圣诞愿望真的就是小小的愿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很可以帮小朋友完成这个心愿。所以我们就发动了企业的这个同仁们一起来为小朋友圆梦。另外，伫知影学校有一寡卡着细小朋友伫营养午餐的部分有较困难，中央慈善基金会以及西主会嘛关心补助情况和学方。好，本身我们这边在狮子会的部分也是一个社团的一个常常在办理一些社会的一个活动。那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一起共襄盛举哦，希望能够捐赠一些金额，然后来提供给这些偏乡的小学生哦，那不管是他们的营养午餐，相对的等等，提供给学校来使用。其实透过这个善心的活动，会让更加多人做回来关心偏乡的小朋友。记者陈佩英采访报道。